炎炎夏日午后，不少人会吃点东西补充体力，有的选择直接在办公室里泡即溶食品，有的到水果行走走看看。我喜欢吃西瓜，想到有看到才买了。即溶麦片粥它是比较属于就是液体比较活化的东西，所以它其实对血糖的那个稳定性来讲的话，其实是会比较不稳定。那我们取代之后呢，我们在这个糖量不变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改用一份的优格加上一份的水果。血糖其实是心脏血管疾病很重要一个危险的因素，血糖起伏跟情绪也会有相对应关系。董事基金会针对50岁以上民众做自我认知调查，发现蔬果摄取越多的人，身体越快乐，也不容易有焦虑状况。当你血糖波动越厉害，其实它产生负面情绪就会比较高。除了所谓情绪部分，如果我们健康的人在饮食上面让我们的血糖波动比较不是那么大，其实当然我们的精神就会比较好，然后衍生成所谓的代谢症候群，或者以后变成心血管的疾病，相对就会下降。医师表示 ，DGI 饮食是控制血糖波动关键，要挑高纤、少加工、未精制的全谷根茎类，一般蔬菜几乎都符合。至于水果部分，跟甜度无关，建议像是奇异果、小番茄、芭乐或苹果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大爱新闻黄一杰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